早安，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。今天我们来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，21章，第一到第四节。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，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。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，坐在神面前，直到晚上，放声痛哭，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？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放纵肉体，鲁莽行事，最后却因着血气的行为而后悔。当他们平心静气思考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对便雅悯支派的报复太过分了。以色列人献上燔祭和平安祭，没有献上赎罪祭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因着自己屠杀了弟兄而反省做错事，反而追问神，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？今天世上的人也是这样愚昧，明明是自己犯罪制造了世上的灾难，却要神为这些事来负责。在这边神都没有回答他们，就任凭百姓靠着自己继续的去指统，一次又一次的用新的错误去弥补原来的错误。因着便雅悯支派的妇女都被杀死，所剩的少数男人需要妻子生儿育女，为了确保这支派不至于灭绝，他们却自己做决定，做了更荒谬的事。他们彼此问说，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，于是就借着基列雅比人没上来协助为借口，就杀死他们的男人，而存留下来的未婚女人就给便雅悯人为妻。可是还是不够，他们又说，在利伯拿以南、伯特利以北，在世间的大陆以东的示罗，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，就吩咐便雅悯人说，你们去在葡萄园中埋伏，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，就从葡萄园出来，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，回便雅悯地去。于是便雅悯人就照着去做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小朋友，以色列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错，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认罪悔改，更糟糕的是没有求问神，而是任意而行，在制造了一个难处以后，又制造另一个难处来弥补前一个难处，结果就是错上加错。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今天谁是我们生命的王呢？神借着士师记要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因着没有完全顺服神，对罪恶妥协，所以才活在罪所带来的痛苦，所以要从失败的循环里得着释放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唯一的道路就是以神为王。以色列人回转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唯有顺着圣灵而行，以神为标准，才不会跌入罪的烂泥中。罪会使我们越陷越深，使我们动弹不得。让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面前放下自己，以神为王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的努力也只是徒然，而且白忙一场。求圣灵光照和指引我们，愿神赐福给听他话语的人。